Hello， 大家好，我是鸿运文创影像部的阿 Gan， 很开心呢，这次受尼控台湾的邀约来开设时尚肖像摄影课程。那何谓肖像摄影呢？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摄影师用他的主观来拍摄被摄者由内而外显的形象照片。那在西方的学派里面呢，肖像摄影有分主观、客观，还有环境因素肖像等等。听起来呢，时尚肖像摄影好像离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很遥远。但请大家不用担心，我会用我在业界二十年的经验来教授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拍摄出最美的照片。举例来说呢，太阳光就是上帝创造给我们人类最好的自然光源。我们只要能好好了解太阳光的特质，我们就能在白天的时候呢，随时拍出非常好的照片。另外呢，在此次课程里面呢，我也会教授大家使用单灯及双灯，拍摄出如杂志封面里那质感非常好的照片。在当天课程里面呢，我们也请到了专业彩妆师方美玉 Vivian 及专业 model 庄荣荣 Roslyn 来为我们示范现场的实拍摄影。最后呢，也是我们此次课程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教授你如何与被拍照的人互动，再用最精简的器材拍摄你的家人与你最爱的朋友，让每一张影像都能让你回忆起生命里所有的美丽时光。